是谁对谁的不满，谁要谁骂到，谁引导欢叫，谁热烈的探讨，互相解释太无聊，请问在需要什么，觉得爱在别人掌心跳，是谁对谁的爱我知道不好跳，不会傻跑，不会随便丢掉，不会只是这谁？请问你是谁？谁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我的谁？谁爱谁？谁问谁？谁是谁的谁？我是谁的你？我是谁的谁的我爱就好，谁唠叨？谁要慌张？谁热烈的探讨？不想解释太无聊，请问在需要什么？这个爱对别人掌心跳。Let's dance!